我钟婷丽。哎呀，对哦，你哪来？我关心老朱家的状况，所以就来啊。你放心啦，刚才并无代志，只是受到一挂脆伤。医生啊，讲伊阁观察一下，就当出院啊。那就好。头拄啊，你甲老朱家讲的话，我拢听着啊。伊怀疑我甲你有暧昧，所以代志才安尼。那是佳佳家己误会，跟你无关系啦，你无必要出声。那不是你三不五时就走来找我，伊敢会怀疑我跟你有私情？郭总经理，你已经要结婚了，你真正不应该私底下再走来找我，堪免再去误会。阿娇，我是关心你才来找你的，都叫我讲的代志。我不想要听，你今麦应该把所有的心思拢放在老徐家身上，不应该管其他查某的鸟事啊。刚刚恁就不是朋友，我真正是不忍心。看到你有地下之争的人逼笑啊！就算我叫人逼笑，迄嘛是我的代志。头拄仔老小姐为着要救你，连性命都无要顾啊！敢无你一点仔感动都无？喂，我唔管你是不是为着无直接甲伊结婚的，也唔过既然你已经决定啊，你都要负责任。假使讲你这点仔都做袂到，我真正会看袂起你。郭总经理，请你赶紧离开陪老小姐，免怪到郭无田啊！哥，我读个受伤的代志，你千万袂当我爸知影，我家己会烦恼。你头壳伤遐尼明显，别人可能看袂出来。你哦，唔得较细意个。姐姐，俊生，哥，你敢袂当替我买饮料？我有话想要单独甲俊生讲。好了，我去买。你哦，好好照顾伊，莫甲冤家，莫甲伊生气啊！俊生，啊，你有安怎无？你敢有受伤？我无安怎啦？歹势啦，我真正无应该惹你生气。啊，迄个时阵我讲遐个话哦，全部拢是气话，你莫放伫个心内哦。拄则那不是你甲我撒开？即卖受伤的人就是我，多谢你。拄只我看到车吼，向你冲过去的时阵，忽然间感觉，不管是误会，还是你真正对不起我，这一切拢无重要啦。我干那希望我心爱的人会当活了好好，看你即卖平安无代志，我真正足欢喜的。你受伤的所在会出疼的吧？那照顾人啦，不顾家己的安全，把我撒开，害家己有车撞。啊，我哪有可能目睭紧紧看你伫我面头前，互车撞着？你讲我是因为照顾的才把你撒开，其实不是啦，是因为我真正足爱你的，为着要救你。就算是付出我家己的性命，我嘛心甘情愿。为着你，我啥物代志拢会当牺牲。君生，我这么爱你，你应该嘛就爱我对不？哎，那我别乱想啦。我拢要跟你结婚啊，这就表示我爱你啊，你还相信我？那安尼，阿娇。阿娇交我真正是单纯的歌手甲歌迷关系啦，伊已经有一个真好的男朋友啊，阮两个人真正无啥物暧昧，真正毋知是啥物人甲你西人，互你误会我，我绝对外口无别个查某，嘛无介意个查某。俊生，是嘞啦，是我误会你啊，你真是善良。你看看，那阿公几句话话就影响到你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人啊，一定是想要啊破坏咱的感情，才讲一挂有话无话。要你千万唔通去相信遐个无影无假的代志。你看我啦，咱都要结婚啦，
啊，即马不敢破相啊，真正拢做唔甘的。无要紧啦，我刚完受伤的是我家己，嘛无愿意看到你受伤。搁再讲啊，医生除了有讲我伤了无严重，真紧就会当出院啊。今仔日真多谢你。